你囚禁在冷宫里，让你再也不能从我身边逃走了吗？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醒醒啊，叶修王，别睡了，起来好不好？还有这镯子，叶希望，只要我不死，你就不会有事，你不会有事的。还有镯子，你的镯子呢？叶希望，你的镯子去哪儿了？叶希望，找到了！叶希望，找到了！我把镯子都找回来了，你会没事的，你马上就醒过来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没用呢？为什么？陛下，叛唐已被尽数歼灭。叶希望，外面太冷了，我带你回家。青丝就困，因果太深沉，对聚散充耳不闻，错在天意，叛逆我离分。陈大俊，你陪我一起回去吧，我们回家过深沉。我只是觉得你在宫中过得冷清，想拉你出来热闹。给你个机会，选一块自己喜欢的地方，看一看将来想要被埋在哪里。你少得意了，谁说要跟你过一辈子？母亲，她是叶希雾，是您儿媳妇。您若是可以亲眼见到他，也一定会喜欢他。弥留的温存，以后你愿意陪着我吗？是爱你的疼。你放心，从今往后我每天都黏在你身边，你想赶我走都没门。从前我就像一个生活在黑暗当中的瞎子，20年都被困在虚无当中。人人都说太阳是亮的，是吗？我却不知道真正的亮究竟是什么意思。